丹道家护中心为着感谢以及肯定丹静爱心父母教养家庭的付出和贡献，特别举办了教养家庭的授奖典礼。今年当中有25户家庭通过了训练，会中关怀社会处长林金松也亲身前来颁奖表扬和感谢。那寄养家庭呢，跟一般原生家庭不一样，所以他们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倍感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表示对他们的感佩跟感谢之意。经过200多点钟的上课训练以及面谈了后，这些爱心父母才会当成为南投家护中心的寄养家庭。典礼现场，各位当看到为爱心父母带着需要照顾的囡仔共同出席，用真情照顾爱护的情景，使人感动。怕会是让他们的那个什么，会伤到他们那个心，所以会在管教上之前，都是要比较特别注意到，有这个心力哈，可以帮助他们，对，然后在未来的一年有没有，要再更加的用心。在今天的证书只是提醒，这是一个蛮不容易的工作。这个人家讲说，做这个都要心里爱，就是爱要做的。不能做外表的，因为有天在看，很高兴啊，因为我慢慢渐入佳境嘛，就对这个小孩子来讲的话，因为刚开始他真的是还蛮不能适应我们的。哦，因为这教养活动，艰苦家庭的囡仔哦，会用多较好的照顾。家护中心就透过这个爱心的活动，希望讲。社会有需要的家庭还是孩子会用得更好的照顾，我们在这里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所以我们推动这社会服务的活动到处顺利进行。这些爱心父母用无数的爱心和真心疼痛这些需要照顾的孩子，经过了刚开始的适应期了后，双方也都变成真正的亲人。南投家护中心以及关怀社会处也呼吁有能力的家庭和民众也会当来加入教养家庭的行列，做伙来温暖这个社会。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